8月20日晚上10:07，进入大寒节气。岁月匆匆，转眼来到24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——大寒。这一时节，天寒地冻，素风裹挟着冷意呼啸而来，也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。此时白雪笼罩大地，山河一片空静，略带几分清冷，郊外的农作物等待着大寒的威严，去除一年的虫害，期待着一场场大雪覆盖，把水分深扎于大地。大寒一进火，无事莫开门，明朝换新绿，梅柳带阳春。大寒到了，年味儿也渐浓了，家家户户开始忙过年，迎接立春的到来，新的循环又即将开始。24节气就是如此，首尾相接，周而复始。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春天正在赶来的路上。